蛋仔主播醒醒到底姓什么？马、赵、李。粉丝们大家好，我是醒醒。最近蛋仔各大主播都开始实名上网了，当然醒醒我肯定也没能幸免。醒醒我很多平台的账号也是纷纷露出了实名的信息，但是很多粉丝都比较迷茫，还是没有蛋知道醒醒我到底叫什么，甚至粉丝们连醒醒我姓什么都没搞清楚，请看 VCR。超出大家预料的是醒醒，因为他俩不是亲姊妹嘛，但醒醒他却不姓古月，醒醒他姓木子。那我哥姓白，我肯定也姓白啦。醒醒我的名字叫做白福梅。我是奶奶的名字，她叫张秀莲。好家伙，这些坏蛋，有些说醒醒我姓白，有些说醒醒我姓胡，有些说醒醒我姓李，每个蛋说的都不一样，而且说的醒醒我自己差点都信了。一个字，绝。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假的哦，就知道忽悠粉粉们。但是很多粉粉就比较聪明，知道去一些完成了实名认证的平台，在醒醒的主页下面就可以看到醒醒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。这时候就又出现问题了，抖音平台、快手平台、西瓜平台，这些平台里面醒醒的账号实名信息居然不一样，有的姓赵，有的姓胡，有的姓马，有的姓李，这些到底哪些是真的呢？先说一个问题，最后再给粉粉们公布答案。首先呢，醒醒跟我哥的身份肯定是亲兄妹无疑了，但是为什么现在外面在传的说醒醒和我哥的姓居然不一样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毛姐的视频里面说的是真的，醒醒我和我哥呢，一个跟妈妈姓，一个跟爸爸姓，所以我们两个姓不一样。最后就是粉粉们期待已久的醒醒到底姓什么，其实答案就是醒醒真实的姓氏木子。醒醒保证这个姓真实有效，但是醒醒的真实姓名还没想好要不要告诉粉粉们，毕竟粉粉们起外号的能力可是名不虚传啊。我才不要像有些蛋一样居然被粉粉们叫做桑罗。